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泰晤会卷。接下来就继续我的泰晤世界冒险吧。首先，这个先把它婉拒一下。然后，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入魔的人，所以就顺便看一下有没有谁可以再让我融洽一下吗？好像有点难。这个好像之前都问过了，果然都不行。那这样的话就，结为好友。哦，别的村庄的人。好像都不行。这样的话就来学一下之前从百花谷那里拿到的秘籍吧。这一本《加以全篇》，先读读看好了。这个是混元的，就这样读下去吧。目前入魔的越来越多了，有点糟糕。你要这一本吗？好吧，送你。晶石，好多，送你吧。反正支持度一直没有办法上去，不知道为什么跟少林寺好像没办法获得支持的感觉。这样的话，现在应该看一下，这里是。界清门邪派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，不然就是蓝山派养志法，还有什么地方呢？武当玄女峰这个门派好像可以来这边看看好了。到达豪华拜帖乐城，乐城的话可以神像女生传授空法吗？就跟其他人认识一下吧。这样的话，这边就没什么特别的了。能去蓝山派了吗？这边是什么？这也是。中立的空桑派，这个我已经支持这些邪派，所以没办法。然后峨眉的话，应该要学一下，这个学到了，行无定宗，五花八门，移动速度会增加，哎，哈哈。移动速度会增加。这边是什么？这个也是邪派。这个之前去过了。这里师相门、中立门派。记得这里好像是最早有那个有入魔者的。邪猴谷也是好多，蓝山、空桑，只能来这边看看了吗？先去有驿站的地方，应该是这里，来去那边好了。到达玉台镇就先赚个钱，然后就是跟他们认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出发蓝山派。
这个人这么快就遇到了吗？妖魔鬼怪，这么快？那这一位也是吗？在路口就遇到了，就把他们处理一下好了，应该打得赢吧。换人，再换人，圆弓手石子，竟然用石头丢我。借青石诀，拆招，没打中。成功了，获胜。接下来，以少胜多，零落武学，严肃经，百纳衣。鞋子就这样子，之后还有另外的人手要处理掉。他的情况是怎样？他有学到什么武功吗？资质好像还可以，喜爱看一下，可以跟他当朋友，然后疗伤一下。他有被我害到中毒吗？好像有点太多装备了，他好像都是这些武器。要给他什么呢？给你这个。欸，在这里。这个符咒给你，变亲密了。欸，我的喜好变了，奇怪。哪时候变的？还有什么东东？他的记忆好像也还可以。只是他寿命剩下五年，是我害的吗？这样子，另外的人，这个也把它解决掉吗？斩妖除魔，要把他们都带出来吗？可是他好像不行。欸，为什么？不懂。移出加入不行吗？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一开始就换人，战斗暂停，换人，碎红爪。换人，
笑面罗汉，他们都有一些奇怪的称呼耶，好奇怪哦。笑面罗汉，应该要换个武器了。成功，掉了奇怪的东西，血路，又得到一个同伴了。稍微，按错了。这一位的话，还有九年，九年算长吗？不是很懂，不是很懂。碎红爪，这个不知道他们要不要送你。每次都忘记要来这里送碎红爪，送你这个鞋子，你有吗？没有鞋子，送你鞋子，这个送你。变轻蔑了，白纳衣就算了。这个可以跟他当朋友吗？跟他当朋友，然后两位看一下，他有学到。他也有学到武功耶，可以跟他要吗？也不是你。跟他学一下吗？这个算是内功。然后你没有学到什么吗？界清门。这个不是那个。可以的话就跟他们学一下好了。你们还有什么？还有身法，金刚做法，好多奇怪的武功哦。冰清玉洁，你们连他们好容易学到一些奇怪武功，好羡慕哦。到底跑去哪里才有办法学到那么多武功？他可以教我什么吗？这招是什么？离串术，这招吗？血吼叫的身法，血吼叫是我不能学的那个，跟他学一下好了。然后这里有药材，先采一下。再往这边走，这里还有药材，再采一下。之后就是往蓝山派走，抵达了。乐城学艺可以，先请教内功，他有什么？它是符咒类的，其他的好像我有学过吗？为什么不能选？接下来跟其他人认识一下，增加支持度到喜爱。接下五招，
成功增加支持度。我应该要先修一下我的武器，每次武器都耐久度不足。再来就是，他这里有那个木工房吗？巧匠屋好像没有，云房、书房，书房是干嘛的？是书。再来获取一下支持度。欸，时间不够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五鬼步我已经学到了。这样的话，就稍微练功房。多了三招，之前跟他们拜师学艺学来的，先让我多获取一下支持度。要钱，太多钱了。你要这个？这我要留着。接下来支持有什么？接下五招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获得支持小朋友就算了，然后这一位字幕84跳过，这个不是这里人，这一位他姓修，支持要到喜爱。支持要到喜爱，巧匠64、64、65，感觉是差不多的状态。哦，笔试最简单了。成功，支持度25.8。这一位呢？打架，完成。接下来就只剩这些人了，好像26.8还学不到下一阶。这样的话我就稍微看一下观星台、巧匠屋、这样的话，先把它提升一下好了。
突然来了。嗯，他哪时候来的？怎么突然就这样就这样冲出来了？这样子的话，战斗。换人，预感染，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是什么东西吗？有点疑惑，还是他们的武器？哦，是他们的武器。强迫换人，总算出来了，他是使用药的。这样应该完成了，又有一个同伴了，他自己找上门，然后就变成同伴了，是这样子啊。其他的末路就算了。稍微看一下，还有什么武功吗？这个是身法，他没有内功吗？蓝山派的冰清玉洁，好像都一些特别的武功，名声败坏。我说之前一直打到的这个东西，内力修为。这是要做什么的？增加这个吗？魅力属性吗？不太懂。再把其他的也稍微练一下好了。界清四象图，我说我有什么正本秘籍吗？蓝山派真传。先这样，还是很多入魔者。现在武功应该学的差不多了，这个太多了，不能给你，这个我要自己留着，不能给你。然后名誉下降了，因为都没在做什么事情吗？突然变成默默无闻，然后还有就是学了太多武功，我好像把那个历练都用完了。这次把好多东西都提升阶级，提升了阶级。不过还是很多都没有到100，现在只能尽力了。那历练的话，目前就只剩看一下，目前历练剩93，之后可能就是要读个书，增加一下历练一下，不然好像都没历练了。然后现在的同伴有这些，可是他们的寿命诶十哦，这个是之前进攻过来的，看来他寿命还蛮长的，真特别。我可以跟他做什么吗？没有一劫金兰之类的吗？可以帮他找老婆之类的。他
的关系，莫逆之交，势不两立。欸，有这么多，那我的关系呢？我的关系好像没什么变化，恩深义重是什么？这个是之前那个吗？嗯，是我救的人吗？有点疑惑，我都没有，目前都还没有夫妻、子嗣，还有传人，都没有。嗯，好吧，已经39岁了，剩下11年了，就看情况吧，看要继续练功还是怎样，再说吧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呢想对我说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